欢迎光临，先生一位吗？喂，两位欢迎光临，需要帮你介绍一下吗？两下。哎，经理，要记得下。八七桌上菜哦，好多、哦，还有一个，太浪费了吧。然后你不知道薯条是我在处理的吗？新来的，懂不懂规矩啊？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帮你们收一下，哎，整理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帮你收一下。哎，先生，我还没吃完呢。罐子要加水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我也要加水，小姐我也要加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到底还有谁要加水？可以举个手吗？这边啦，我要加水。先生，先生，是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可以帮我拍张照吗？啊，当然没有问题。谢谢。一二，你要低一点，这样子我看起来脸会比较小。再低一点吗？对啊，你要侧光，你按一下镜头那个脸。是是是。啊，把光调亮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再高一点好了，这样我头看起来脸看起来比较小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有点暗呢，你再帮我拍一张好了。要漂亮是吧？是。一二三。你好，需要点餐了吗？好，我要点。等我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哈。好犹豫。小姐，嗯，我们快打烊了。再等我一下，马上好。在忙哦，在忙哦，在忙哦，很忙很忙。你在装忙啊？小姐，我要点餐。好的。我要一份咖喱海鲜饭。好的，帮你重复一下餐点，你要一份咖喱海鲜饭。是的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是，我点的是咖喱鸡肉饭吧？为什么会有海鲜啊？我要换一盘。我确定你刚点的是咖喱海鲜饭？怎么可能？我吃海鲜会过敏，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叫你老板出来。吃海鲜会死？我看你不是吃得好好的吗？你现在是来骗吃骗喝是不是？吃海鲜会死是不是？